大家好，我叫 Tony Chan， 我今年57岁。在5年前，我有一天早上心脏病发作，然后就过后去了医院动了那个心血管扩张手术，然后过后我整个人就变得很衰弱。以前我都有做运动的习惯，然后我们每次在看电视的时候，我都会一面看电视一面做运动。那当我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呢，我就变成很虚弱，然后我每天拿了那个哑铃出来，放在旁边还没动，我就通常都会睡着，然后我太太就叫我把哑铃搬回去，要睡去床上睡，不要在沙发上面睡。过后在1年多以前，我弟弟介绍我 Super Lutein 这个产品，因为他是因为眼睛的问题改善了，然后他介绍给我这个产品，那我就开始服用。我服用了大概2个月之后，我发觉我自己的精神越来越好，那我开始也可以做回我以前最爱做的运动。当我的体质改善之后，验血报告出来我很满意，医生也很满意，那我就也介绍给我太太服用。我太太在15年前的时候，她因为眼睛太干燥了，所以常常会有微血管破裂，两只眼睛都会变血红色。那他后来就去看了专科，专科医生叫他定期的要每天要点那个眼药水，1995年一直点到2010年，15年没有中断。那现在他服用了1个月之后，再也不需要再点那个眼药水，所以我很感谢这个产品，也谢谢这家公司有这么好的产品给我们服用，而且会带给更多人的健康。谢谢大家。